卡西菲焖烧杯保温杯，告别地沟油，轻松享受美味营养餐。准备鲜虾树枝、冬瓜小块、小米70克，将鲜虾在沸水中过水，变色后取出，往杯中倒入100度沸水，拧紧盖子，静置8到10分钟，预热杯体。将准备好的食材一次放入罐中，倒入90%的100度沸水，拧紧盖子即可等待。焖烧3到4小时后，取出即可食用。六重焖烧工艺，重重屏障，牢牢锁温。焖鸡蛋、焖面、焖粥、焖汤都可轻松搞定。杯身设有防风死排气阀，使用更安全，便捷提手，贴心手提袋，多色可选，还在等什么？